啊，诸位同学，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孝经啊，经文18章，每一篇经文并不长。但这个每一句啊，其实谈的呢都很深、很广啊，这个得要我们自己呀、用心去体会啊，甚至于是自己呀、很用心去落实，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呢，这是解；啊，“笃行”呢是行；解行相应啊，是修学能不能提升的重要关键啊！我们现在学习啊，台湾有一位高僧啊，元婴法师，他提出来学习有3个问题好多，不好精啊，喜欢学很多。其实这个好多啊，很可能是求知欲、求知的欲望。哦，我要学很多啊，跟人家坐下来谈话呢，我可以谈很多。啊，现在发生什么事了，我都知道。好多，我好精精精进，精才能深入。精才能够求到智慧。哦，哎，记了很多东西，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更不可能是开智慧了。啊，透过啊学一部经，把它学通。那这一部经啊，就随时指导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了。那这一部经是受用了，慢慢的烦恼少了，烦恼一清了，智慧就长。我们学习的目标是智慧啊，不是懂很多知识哦。啊，我们学习的目标啊，我们自己得清楚。啊，再来呢，逐末不求本。啊，容易啊，着在枝末上。啊，没有求根本。啊，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啊，代表啊，我们的这个家道、事业之道、学问之道，都要找到本呢，这个道才能不断生长啊。我们不从本舍本逐末了，那就好像呢，插在花瓶里的花没有根呢，那好看也是一下子而已了。
或者做一个比喻，一棵树，你水呢不浇在它根上，浇在它的叶子上，那对它没什么帮助了。啊，甚至把叶子都泡烂了。那君子务本呢？我们都很熟悉哦。那是解呀，行呢？行事随时思考事情。都会思考，本是什么？我今天要解决这一件问题，这个问题，这件事，本在哪里？我们常说修行，修行，修正行为啊。哪些行为呢？其中有一个行为是，我们习惯。从症状去解决问题，不习惯从根本去解决问题。要从根本解决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事情要入木三分，要看得深入。看得太表浅了，没有办法从根本下手。第二呢，从根本下手啊。要很有耐性要看医生，病人的心态都是什么？你给我一帖药就好了，你给我这个针一打下去，我就好了。病人的这个心态是不是务本？几个生病人。哎呀，我身体搞成这样是我的问题。哦，医生只是个助缘呢。这个就是务本了。人不务本呢，就会把希望都寄托在缘上面。缘只是个助缘而已啊，根本在自己身上呢。我们思考不从物本，好的缘分也很难帮我们，帮我们有限，甚至于啊，一帮我们，我们的依赖起现行了。当一个人要帮我们了，我们反而是要依赖他，他很难帮我们。解决问题，甚至会延伸出问题来，变成情执，变成依赖了。到头来他不帮了，以前帮我们很多啊，我们还怨他，恩里由来生恨。所以你帮人要有智慧哦，要拿捏好分寸哦。大家有没有帮过朋友？帮到最后，他还很怨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们遇到的都是善缘，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你看古人很多格言呢，都是让我们拿捏好人生的这种分寸。应对得当，恩里由来生恨，故得意时须早回头败后或反成功故福兴处莫便放手你失败了，不要一直在沮丧。负面的情绪当中，说不定
这刚好是我们说第1000次成功了，刚好是999次，说不定下一次就是成功哦，所以不要放弃呀。那你今天帮一个人，你也要清楚他的心态。你感觉到他念这个恩德，而且你给他的话，他也都照着做。这个没问题。你给他的提醒，他并没有重视，而且对你越来越依赖，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帮一个人，你要了解他的状态啊。就像我们从事教育，礼记学记说的，知其心，然后可以就其思啊。知其性，才能长其善呢。他的心偏在哪，你才能提醒他。不然，你给他的提醒都不弃他的机呀。甚至你提醒他，他不接受那你要了解他的可贵的善念在哪，善根在哪。你一肯定，他的善根就不断增长。所以，我们也要培养能够去感受到对方的心的状态，你才能应激去帮他。对，不然帮人呢，最后被害到他了。这种事我干的太多了，现在还在干但警觉性有高一点。我常常说，我不杀伯仁了，伯仁就因我而死了。你比方我帮这个人，可是呢，我有一点虚名啊，他在利用我搞没有力量了，我还不知道他的情况啊，他会被我害死。所以古人留这些话都很有。人生的阅历、智慧可能虚长大家几岁啊，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经文的，我就觉得好像还得回来再温习温习，这些话可不简单那刚刚跟大家提的。我们修学三个问题。我们一不重视啊，讲这些话的人是过来人，过来人的话不容易遇到。可是我们现在的根性啊，不容易重视。重视这些过来人的话。是尊重老师，我们中国人太有福报了，炎黄子孙太有福报了。请问，这几千年来，我们儒释道出了多少圣人，出了多少气入境界的佛菩萨？你其他民族啊，要遇到一个两个都难。看我们这个民族福报够大吧？神州大地还有四大名山呢。文殊菩萨说的，你去到五台山，他一定亲自来接你啊！这菩萨自己讲的，我们够有福报吧？这每个朝代的过来人都留下他们的教诲。你看净土中哪一个祖师讲的话，不是超越时空来指导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这个元婴法师，那是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现在是阿惟越世菩萨。
他留下了几本书啊，啊，《莲池警策》。你要往生莲池海会啊，要注意哪些重点呢？啊，还有茅棚杂技。他自己在修行过程中，一有领悟了，用毛笔字写下来。啊，结果我们一看，他写下来的法语啊，我们很敬佩。为什么？都不是他讲的。黄念祖老居士说什么？啊，他怕我们看不懂这些在世的大善知识啊。他是出家人，赞叹黄念祖老居士说。赞叹李炳南老居士说什么？这些高僧大德都在表法，他也表述而不作啊。哦，我印象很深呢。他举例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话，啊，说到我斗胆的说。说黄老斗胆地说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要了脱生死不可能。这些话都是从大慈悲心流出来，很怕修行人修了几十年，修了一辈子，不求生极乐世界，不靠佛力呀，这一生又要去轮回。这太可惜了。所以，啊，当信佛经与僧呢，当信这些过来人与僧呢，你重视他一句，你就少掉到一个误区，你就少走弯路啊。这福在受见啊，接受提醒啊，承德也跟同学们呢有共勉，说到啊，师长讲经呢，他是用他一生修学教学的智慧。德行、功力来讲每一堂课，所以每一句话都是从他真心流出来的啊。虽然他老人家一讲是2个小时啊，那诸位同学，师长讲2个小时，请问有多少个重点？听一次，所有的重点都抓到了。那我们问问自己啊，自己会不会去听第二遍、第三遍？真正有去多听几遍的，他一定会发现啊，怎么我每听一遍，都有我第一次前面。没听到的重点啊！照理讲呢，我们全神贯注来听，用心领会，应该每一个重点都要听到。所以现在学习呀，重复啊是重点啊。你只学一遍，你也不想再学第二遍了。那个学习的状态啊，值得。慎重了，知识性的学习啊，这个我听过了。你真正用心去听，哇，老人家讲的太好了，那么多重点了，我可能领会不够，再听一遍。啊，所以我跟同学们共勉了，师长轻轻的讲了。
我们要重重的听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得到他一生修学讲学功力的护念呢。我们对师长如是，他轻轻的讲，我们重重的听。同样的，我们看祖师大德的教诲，包含我们现在汉学院礼请的老师们，他们修学教学都是一辈子，好几位老师从20多岁就跟着李炳南老师来修学，到现在都60多岁的人。再结合他的人生阅历来给我们授课的。我们假如真的提起这个态度了，很珍惜的。你把祖师这些书一打开来，哇，你真的神交古人了。有时候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啊，他们太慈悲了。你看这个圆音法师讲的这几个重点：好多不好精。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把一部经学扎实、学透彻了？第二，逐末不求本。我们有没有调整自己？我们思考事情，我们面对求学问，我们随时抓到本，比方说现在请教诸位同学，什么是本？你能记得的，什么是本？我们常常提得起来。你在境界当中才能这么思考，才能这么反省自己呀。那一天，我跟一个年轻人在交流，他提到他说他。这个利众之心啊，不够。那我就接着问他了，那你为什么利众之心不够？我这么跟他交流啊，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他思考问题的时候。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唯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呀。”所以内心深处要纯，不能夹杂。要深入到深处啊，不能自欺。修行不简单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帝王将相，他的功夫啊，能力很高啊，可是他能完全放下他的面子吗？他能不自欺吗？他能放下他最爱的酒吗？最爱的女色吗？不一定做得到。那我问他，你为什么利众之心不够啊？
他说可能是我身边的人呢，不是很可怜吧？那我接着又问他了，那你以前那些同学呢？那些朋友呢？他们不可怜吗？他说：“那现在我找他们，他们跟我讲话，可能也不一定谈得起来了。”可能讲了，频道不对了。我说，纵使你跟他们讲，频道不是很对，你有没有祝福他？那曾经都是跟你这么要好的。黄念老讲了一句话。无情不能修道啊！哦，大家不要，哎呀，情执深重，求诸轮回终不能得啊！本来自己就是比较没有情义的人，还把这句话拿出来，法不要用错地方哦。那黄老这句话很有味道啊。一个人对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情义了，你可以去做大乘菩萨？不可能的啊！无情不能修道，要有情义啊，要有恩义啊。但情不空不能正道，你这个情还要用智慧啊，就像。啊，民族英雄岳飞，啊，他假如舍不下这个对国家的这一份忠义情义啊，那他要出轮回不可能。那当然，他假如遇到高人指点他啊，我真正为人民好啊，彻底解决问题啊，得要出轮回，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认知到这里了，哇，那这个人绝对成就。古人这种心境啊，我们比不上他们啊。他只是没有遇到佛法，他一遇到佛法，他一下就变菩萨了。他听明白了，他就变菩萨。你看。佛陀，他舍下父母，舍下了妻儿啊，那个是能舍非无情啊，因为他看到了人都要生老病死，没有解决问题啊，所以他要去修道。他成道了，他回来度他一家人了。那刚刚啊，跟大家提到啊，我跟这个年轻人对话，也是希望他看自己的心看得更深入。我每一次提醒他，他都有他的理由回来。最后我就合掌啊，道理都在你那边啊，阿弥陀。人家没有接受的态度了，啊，我们再继续讲，叫攀援。哦，你提醒对方，他马上接受了，那这个缘才是成熟的。事君说师度矣，朋友说师疏矣啊！提醒朋友3次，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有点太过了啊！我跟他对了好几回合，最后
道理都在那里。恒顺众生，这个不能强求的。啊，其实啊，我们现在连呢接受父母劝都不容易。一个人不接受父母劝呢，会接受他的老师劝呢？我不相信。啊，师道啊，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现在老师一讲，哎，是，对对对，因为成绩在老师的手上。哦，所以他这个是有考虑的啊。哦，所以老和尚讲这些话，我们都不能划过去呢。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句话多重要！你要成就自己，你要护念他人，这一句话是重中之重。所以要明明德，要清明，都要从孝开始。教之所由生也啊，这个教，首先是教自己教是以身作则啊，我们先教自己所以地藏菩萨的表法，开发心地宝藏。从孝入手，啊，所以诸位同学，我们一起学这一部《孝经》，这是从务本下手了。有没有哪一位同学立定志向？我学《孝经》了，就学完之后我要来弘扬的。我学完之后。以后啊，这个承德法师这堂课啊，就让我上，他太辛苦了，我得把它学通啊。当然，我要学好了，有这个资格我来讲啊。但是我要替啊老师们分忧，还是我们学的时候没办法啊。这个汉学院规定有这一门课，那就上吧。每个人面对一个因缘的态度不同啊，他经历过这个缘分之后的收获啊，就很不一样。你面对这个缘是应付的，那收获就是越来越会应付，他就堕落了。我们面对这个因缘是很有责任的。那学到太多东西了，责任的承担呢，是成长的开始。我们学一个东西没有责任感去学，那学的泛泛的，很表浅。我也曾经啊，在一次福州扎根班。当时候，我跟同学们说了，说你来参加这个扎根班呢，你假如期许自己，我学习完之后啊，我要懂得怎么样办这个扎根班，你肯定会学多少东西。你每一个细节，你都不会忽略掉，你会全神贯注的去体会、去观察、去领受。可是你没有这个责任心来学，你好多东西会漏掉，你甚至于只关心到听课。啊，会观察的人。哎呦，放这一首歌曲，
什么考虑啊？哎，这课程整个设计啊，这有考虑到哪些因素啊？甚至你可以主动请教啊。啊，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我怕人家问的。我怕人家挖宝了，哦，人家藏一手啊，那完蛋到三河道报道去好，所以这个我有点拉长我们再回来。圆音法师说的第三个，求解不求证，只求哎呦，这部经我听过了啊，我理解了，没求契入这一部经的境界，那就不会重视行，只有解行相应了，才会不断提升境界。才能入得了境界啊！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的，解了帮助行，行了又帮助解得更深，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彻底，行解相知啊！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配合得很不力行但学文，就是有解无行。长浮华，成何人？我以前在带6年级的孩子，有一些很聪明啊，记很多东西。你讲上一句呢，他那个嘴巴或者是举手，他要接下一句，他记很多东西，但他没有去做。探讨什么东西，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知道，他主动接话，他表现一下，这个我都背过，我都懂。你常常这样接话的人呢、他在听老师讲话的时候，他就心就不是定的了，他不是把老师的话整个随文入观了，那在心田，他说有一点要展现。我们的习气有的时候都会在镜上现前。解行一定要相应的，不然会落到长浮华成何人去。刚好亲戚朋友谈到孝敬，哎，孝敬我学过了，我写2个月了，会这么讲就危险了。哎，真正学了，体会到，哎呀，我们差太远了，不可能这样讲话的。所以大家我们一起交流啊，刚好快1个月了。明天刚好4个礼拜了。哎，我们回想回想，这4个礼拜讲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用上？我们，比方说，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我们比方说以新朋来讲。他是班长，这句话跟他有没有关？哎，这句话3个他都有。哎，每一句经文啊，你拉回来自身，当下都能用。这句话对我来讲，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负责？
可能我是最上面的。我在汉学院，院长在我上面。我在其他的园，我在福州研究院，那我在最上面。很危险的，我们不是从小扎根的了。你看以前为什么叫天子？就是皇帝，他是乾坤独断的。一个人假如没有上的观念呢，我说了算，他就危险了。刚好有一个故事啊，一个领导者假如觉得，我最大，都是我说了算，他就很危险了。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魏国。魏文侯啊，做国君。当时候，这个情师乐经啊，乐师啊，这个《诗经》他刚好在弹古琴文侯听了那个音乐呢，他也闻乐来起舞了然后自己跳着舞呢，还吟诵道使我言而无见为意思就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他唱啊唱啊，突然，这个乐师《诗经》他就抱着古琴因为以前乐师他想自己的这个音乐功夫更高他希望他的耳朵听得更敏锐眼睛把它弄瞎所以呢，他看不到他抱着琴就往魏文侯讲话的地方就撞过去了。结果没有撞上那这个这么一撞呢，魏文侯惊呆了他闪躲然后这个他戴的那个君王的帽前面都有珠子都散落一地了。他自己也惊吓到了，然后文王马上对着左右的人说：“为人臣的撞自己的国君呢，其罪何如？”左右的人说：“罪当喷，把他煮死。”然后这个武士就要将《诗经》带下朝堂，刚下了一个台阶，《诗经》就对魏文侯说：“臣可不可以讲一句话之后再死？”他也很镇定文侯说：“好，可以。《诗经》说到了。从前尧舜他们当君王的时候他们都很怕他讲的话没有人敢给他提反对意见，他都希望别人能提醒他、劝谏他。然后桀纣他们当君王就是怕人家违背他的意思，所以臣呢，
刚刚听到这句话呢，我是要撞节奏了，啊，不是要撞国君你呀。哦，那文王听了，啊，放了他。哦，所以我们要劝人啊，要饱读历史。马上举的都是引经据典，都是历史公案，是吧？哎，他有一点明理的人啊，他还是能接受一些的。啊，就是寡人之过。更可贵的是什么？啊，魏文侯说，这个《诗经》撞过来啊，这个情都撞坏了。啊，所以把这一张琴啊，悬挂在城门上，啊，然后时时提醒我啊，要知过改过，啊，然后啊，这个戴的帽子啊，掉的这个玉钻啊，不用修了，我随时带着它，看着它就提醒哦，是。《诗经》曾经这么提醒过我啊，哎，哦，所以这个魏文侯很难得啊，他反省了之外啊，他还珍惜了这一次提醒，甚至于还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好，那我们这个。最近一起学《孝经》呢，我们不断从经文当中体会到以身作则啊，可以做榜样所以这个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啊，你教以。接受劝谏，就像魏文侯，他虽然错了，他马上认错，然后接受《诗经》的劝，他又把这个情挂在城门上，就以一件事，以自己的身教，来带动全国的国民，都接受劝谏。所以。教育啊，大分三种：身教、言教、境教。所以我们从事教化，每一句经文怎么成为自己的身教？啊，成为自己的言教，啊，成为整个环境的氛围。我这个班，我这个学校。我这个国度，唐太宗为什么可以变成天可汗？他也很会掌握啊，这个带动整个国家的风气啊！我举这个。孝经五行章，邀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这是讲大乱的根源。那我们今天不邀君，我们还把尽忠的人立起来当榜样。这是不是带动全国？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哦，这几句哦，在《孝经》治要都有。太宗有把群书治要都用上来哦。啊，当时候对唐朝威胁最大的突厥，突厥当中，他的头叫。竭力可汗，
那当时候这个杰利可汗呢被抓了，被太宗的军队抓起来，他没有杀他。都是去感化这些人，而竭力可汗呢，他有他的问题，他才会败嘛。他底下有一个下属，一个臣子，都提醒他，甚至在他很败逃的时候，都没有舍弃竭力可汗。所以太宗啊，你看面对敌军，哦，但是他们已经服了，那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啊，所以还表彰这个竭力可汗这个属下，说他自始至终都忠于他的国君，他的领导，所以还把他表彰，重赏他。这个就是把忠君、敬君呢的榜样竖起来。太宗这个赏罚当中啊，都是在带动一个风气呀。赏罚不能乱用了，不能有私心了。包含你看太宗自己啊。拿着群书之钥，手不释卷，这是不是珍惜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东西？这是他的身教啊。这非圣人者无法，他自己去带动珍惜圣贤的教第三，非孝者无亲。太宗有一次赏赐东西，有一个守门的将士啊，这东西啊舍不得吃啊，留给母亲吃。太宗知道之后，赏赐这一个守门的士兵呢。而且这个士兵呢，不是汉人呢，是其他国度的，愿意来唐朝服务。然后太宗借由这个历史，告诉天下人，你看孝不分种族，这每一个人类本有的。这个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把好的榜样立起来了，而且这个立这个榜样很多效果。哇，你看太宗不偏爱汉人，只要是真正有德的，他都。肯定都奖赏。太宗能够团结那么多国家民族啊，就是他的心量、平等、爱护。治一个国是这样，治一个家也是这样，政廉税礼呀，就是这个精神。两颗梨子分给1000个人，公平啊！拿了2个大水缸大家以后都有可能做班长，是吧？或者负责一个活动，你是做召集人负责的，这个平等恭敬都要用出来，你就凝聚大家的力量了。团结人心呢？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那
自己在某一些因缘当中，可能是我负责的，可是我也有善的观念，不然像魏文侯这样很危险。皇帝为什么叫天子？他上面有老天爷啊，他要代天行化，巡化。那代天巡化，随时所说所做，不能违背天理呀。我们今天在因缘当中，服务大众。我们在弘扬文化，随时不能违背老和尚的教导老和尚随时在上不能违背儒释道、圣人、经典的教诲。我们都在下。那这样我们就有敬畏的心了。不可能会娇慢的。那这个为下不乱了。比方说这个不骄，那我们有恭敬了，我没有骄傲啊。对自己要求啊，不能太低呀。这每一句经文，不是跟张三李四比啊，跟圣贤人比啊，德比于上则知耻啊。那一天我跟一个同修，我说修行啊，最怕产生执着。就像啊，当父母的人呢。他就要练了，在跟孩子的因缘当中啊，不能控制、占有、要求。他一听啊，他说：“哦，那这个我比较没有。”我就跟他说了：“比较没有，不是没有。”哦，他很难得啊。对对对，你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当自己觉得自己比较没有的时候，他会自我感觉良好啊。除非你已经什么，你已经把这个执着啊、控制的心念从根斩掉了，不然只是或多或少啊。而真正砍掉的人呢，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砍掉了"真正有功夫的人，他都觉得他做得不够你去见到一个真正的孝子，你是说"哎呀"。我们不骄之外，我们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君止于仁。我不止上位了，我不骄傲之外，我仁慈够吗？我恭敬够吗？恭敬、仁慈都有程度之分呢，不能知少而主啊，所以要日日新哦。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也是修行路上的一个误区哦。那我们在谈到。为下不乱，那我们要
啊，注解里面讲，当恭谨以奉上也。恭敬、谨慎，恭敬的时候啊，有跟同学们提到了，对人要恭敬。你处理事啊，一定有服务的对象。啊，对事呢，我们要守程序、守规矩。但守规矩也要懂得变通，不然你就会守死规矩。哦，所以学习啊，每一句京剧都有学道立权。啊，孔子这一句"可以共学，未可以示道"啊，可以示道，未可以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呢？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孝经》，这叫共学。可是我们学了之后，有没有照着做？那又是另外一个台阶了。啊，世道就是你跟着这个道理去做了。好。你依教奉行了，可以示道，未可与立。立是什么？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能不能这个孝还立得住？啊，《论语》里面讲，君子于无终时之间为人呢，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啊。那君子无终时之间为孝啊。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今天我们身体有点不舒服了，事情很多，很烦了。啊，母亲刚好又来让我们做一件事，我们会不会烦躁起来？不耐烦的硬啊？那在这种境界就立不住了。所以，一个人的功夫不是在平常身心没什么压力的时候看啊。当你身心有蛮大的压力的时候，你还是啊，那个对父母的恭敬、对人的关心没有变，那这个才是立住了。那还有一阶呢，叫通权达变呢。可以立，未可以权呢、所以诸位同学，这个每一句经文里面都有学到立权的。哦，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就遇过了啊。比方说师长刚好啊，有一个大企业家去。亲近老和尚，那我们刚好在旁边学习啊，讲讲讲，好不容易讲得很深入了，甚至于快临门一脚了旁边的弟子说了，师傅啊，9点半了，该睡觉了。哇！一下子那个磁场就被他的话给打断掉。哦，所以你一个做事的人呢，你不能死在那个做事上面了。你要能感受到这个事情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啊，引用了一下《达摩祖师传》，那个电影的一个台词他感受不到的时候啊，他就会执着在一个
规定上。哦，那同样啊，比方说以我们自身，万法因缘生，这个缘刚好讲到真的快要可以啊，推对方一把，可是那时候已经11点，啊，这个时候我假如冒一个念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哦，然后。好，我今天就跟你讲到这啊，以后再说。这个缘，机缘就要退回去了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要会全变啊。当然，真的有熬了一下，隔天稍微补一补啊，不然你常常没有睡够，然后又不补啊，这又是透支了。好。哦，所以这个你对事啊，守规范之外，也要会全变。哦，刚刚跟大家说孝，要会全变啊。举个例子，曾子他大孝子，这个。他有一次啊，帮父亲耕种，不小心啊，把瓜刨断了。哇，你那瓜长了老半天了，你根把它刨掉了，是白种了。父亲一看，很生气呀，啊，拿着手上的农具啊，打过去了。曾子就乖乖的接受处罚，一打昏了。啊，后来醒过来了，诸位同学，假如是你，你醒过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哎，哎呦喂！你看曾子醒过来了，首先考虑他父亲会担心，他就先把琴拿起来，登弹。弹琴，他爸爸一听到琴声，哎呀，醒了，没事，心就安了。哦，然后还出来跟父亲，父亲啊，你刚刚教训我，对不起，我这个不小心。后来这个情况啊，传到孔子那里了。孔子说：“曾参不是我的学生。”啊，以后他来哦，不要见他了。假如你是曾子啊，听到这个话怎么样？哦，我都做到这样了，哦，可能还不见得知道老师在点什么。哎，曾参很难得哦，啊，马上找人请教孔子。自己是哪里做错了？这个孔子说了，没有记得啊，我跟你们说过大舜的故事啊，父母要害他呢，都找不到他，父母一需要他做什么事，他就到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啊。你父亲拿那么大的农具呢？你赶快跑啊！不然失手把你给打死了，你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哎，孝全变了。你看大顺就知道啊，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都有学到力全啊。活学活用啊，通权达变啊，要学到通权达变呢，不能知少为主，
要能通学达变呢，还要多锻炼自己，你才会在事情的磨练当中，把道理体会的深，体会的广，用的灵活。大家有没有遇过两难的状况？我们好像这样也对，那样也对，怎么办？哦，我们待会再举例子啊。看，礼者敬而已矣啊。啊，礼之用，和为贵，是吧？可是你和是最难得的哦。那你知和而和，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啊，你为了很和气呢，你都讲人情去了，把规定都给弄坏了，那怎么办？啊，心软的人，这一点要注意了啊。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啊，那我的罩门就是。心比较软，啊，所以走后门都走到我这里来哦，我又处在高位，你要走后门就走我这里，底下的人，哎呀，跟我干太累了，规矩都被我破了，啊，所以，啊，今天，啊，跟大家交流，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啊，就是我前面错的太多了啊。哦，所以以这些惨痛的经验啊，供养大家。那我自己也在调整呢。啊，我自己本来的性格就是烂好人了，烂好人偏在一边啊，仁厚，但又讲规矩，这两个是不冲突。不然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好，我们待会谈到礼者敬而已啊，我们再来探讨。好，那刚刚提到了要权变呢，那比方啊，我们汉学院啊有一条规定，教室内。不能吃东西。那这一条规矩呀、啊，要不要全变所以我看研究院，教室有教室公约，厨房有厨房的公约，办公室有办公室公约，每一条规定。都不是说我的意思哦，每一条规定，会引，常理举要说什么，弟子规说什么，大家服气的，不是说你今天当领导，我们都得听你的，不是啊，听经典的，这个也是治国的重点哦，清朝入关，好像才20万军队哦。他最后统领的是几亿人的国度哦，为什么他能办到？他首先融入整个汉人的文化，而且学得比我们认真，然后把儒释道的专家请到朝廷去了，不是听我皇帝的哦，听孔子的。听释迦牟尼佛的，当时候宫廷里面念《无量寿经》呢，后来慈禧太后当政不念了，大家就没有这些共识了。那这个规定呢，因为都可能有特殊状况。
所以我们立一个条目的时候，都能学到，体会到特殊状况，那这个就，它就有一个弹性在了。那我们办事的人呢，也要随时很清楚啊，我们是去护念人，我们是去服务人，这是我们的根本动机啊。你列个制度出来是要去监督人，要去管人，要累死。我们的心境是要去爱人，去护念人，我们的心念不同，接受的人感受也不同。对呀，同样用法律，有人用了之后，人家要推翻他；有人用了之后，人家感恩戴德。这个高才就是给我们的榜样。他把一个人这个肺行啊，脚都砍断了，那个人还救他呢，因为他是用仁慈的心去执法。啊，那包含啊，比方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啊，医院有医院的程序可是你面对一个很危急的时候，你就不能走这个程序了，是吧？你要全变了，那这攸关生命咋办呢？你就要赶紧去处理了，所以你不能死在规定上面。有规定，他才有能够有一个上轨道。但是规定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持对一个事情的敏锐度，不然你到最后都变成走这种死的程序了。你遇到一些特殊状况，你就耽误掉了，会出状况了。好，所以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为了修行而做事，为了能从做事当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别人的需要而做事，为了能体会到别人的苦而做事，所以真正修行人做事会越做越慈悲，他在事当中提升他自己。我们现在不是从小学的，我们这一两代人呢，修行真不容易啊。你给他接触人多了，他烦，或者搞没有力量了，你给不接触人。他又不食人间烟火了，所以现在我们自己修行不容易护念自己可是个功臣，大功臣啊，护念别人也是个功臣，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诸位同学，你有没有看过两个人完全一样的？哪怕他是同双胞胎啊，脸长得很像，也不一样啊。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啊，两个人过去生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信息都不一样啊。哦，好，这个抱歉了，第一节课时间过了啊，我们休息到55分啊，再回来，谢谢大家，大家好。
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探讨到我们修学这解行相应，所以学的每一句。我们要能够领会得更深入，那还是要我们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中落实这些教诲。那学习的这个态度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把它建立好，不能求解。不求证，要解行相应不断提升自己，那就要把这些经文拉回来，自己每天发生的事情来对照，那真的每一句，体会很不一样。那像刚刚也提到五行章第十一这一章从开始五行之属三千这么多的刑法，最重的罪是什么？罪莫大于不孝。这是第一罪恶，就是不孝因为我们说到大乱之道三个，妖君者无上，这是不尊敬君呢，非圣人者无法。不尊重至圣先师不尊重古圣先贤那是不尊重老师非孝者无亲不尊重父母，而尊重老师跟尊重领导者，都是建立在孝道上。他孝亲，他有念恩心那他会念老师的恩，尊师，那他可以一孝做宗所以这个三个大乱之道里面，在更根本就是非孝就是不孝这个是社会动乱最大的根本。那我们想一想现在法律有没有规定不孝是什么罪啊？所以好多东西不能因为时代改变了，在教育，你假如每一年的教科书都在改这个很危险哦。整个教育政策，从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当然其他的宗派他只是没有那么强调也没有说去否定他是独尊儒术，因为儒家在。人这一世应该怎么做人呢？他教的比较深入，他教两纲八目明明德，清明，
得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教育政策里面最重要的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现在西风东进了。工业革命之后都是强调知识，强调技能，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是教育的重头戏，假如忽略掉了，那教出来的人呢，他会一代不如一代的素质了。所以哪一个国家要重视到这一点？这个国度啊，就有福报了。不然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什么？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代不如一代，请问人类还能发展多久？到我们不能再跌下去了哦！啊，诸位同学，任重道远啊！到你们就要上来了，哦，从因缘上来讲，你们的因缘比承德好哈，承德是20多岁才开始学的，当然我们最大的希望跟欢喜也是，你们都超过我们了，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每个当父母老师的希望。那从因缘上绝对是这样的，父母老师不可能藏私的。那教育的主轴不能变了，甚至于你人才的标准不能变了。什么是人才的标准？孝廉，就这两个字。你看汉武帝那个时候，除了考试以外，就推荐人才，举孝廉，孝就有做人的基础，廉就有做事的基础，都抓根本啊！刚刚我们讲了，你不能逐末不求本啊。我记得当时候我的回忆比方说选举了，哇，这个人哪一所名大学硕士毕业都是标榜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强调说，哇，这个人挺孝顺的，挺廉洁廉洁还有了，孝顺。很少人提了，你一忽略孝廉了，那这一个国度的政治要小心什么？腐败，要贪污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你录取人才，你用的标准不是孝廉，你用的标准是学历，那。不是很可靠了。你可以重视学历，但你不能忽略了更根本的东西要顾及到。《左传》讲的"人气长则腰心"呢，你气了这些做人做事的常道偏掉了，就会有一些情况出现，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就叫妖心好，所以五行章，这个也是很启示我们的。第一个罪过是不孝，这个我们能不能用呢？可以啊。我们团体里面就要把孝排第一。这个法要表出来。
用人也要以这个为标准。培养人，教小朋友，都要以孝啊为大根大本，包含你设立的制度，都可以呼应这一点。哦，那这个非圣人者无法，就尊重圣人。哦，那孔子不在了，尊重什么？尊重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教诲啊，所以在唐朝，唐朝是萧德言先生。他是群书之要编辑的其中一个大儒他呢通左氏春秋他专攻春秋那在唐太宗的时候他已经是当到掌管国史的官了。哦，后来又升为弘文馆学士，而且他到了晚年之后更加刻苦研究学问了。你看古人年纪越大越用功他不会因为我年纪大了，可以宽一点了，可以松一点了。古人不以外在的这些条件为借口，所以事情多了不能变成发脾气的借口，事情多了不能变成不念佛的借口，这个才叫精进突破。忙时要闲了，忙的时候训练自己的心是放松的，不被境界影响。修行就是修个若能转悟，则同如来。不要被境界影响。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外面的境界。自己要做得了主，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比方我们这个手机，我们的正念不够了。就会刷刷这个抖音是吗？刷刷一个接一个刷刷刷，半小时就过去了。反正那刷一个才2分钟而已，一个接一个就时间就过去了。邪所夺者正不足，外所胜者我们自己内不足。所以古人他克己功夫很强不会找这些理由借口让自己松懈。当然，我说到这里，大家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过中庸之道东方食过天王，不能太紧，不能太松。说实在的，为什么说修行靠个人？到底是紧还是松只有自己知道这个又不是一个30公分的尺，好，15公分，
正中间啊，就是这个位置，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的体力，上个月跟这个月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是吧？那你怎么画一条线定死在那里呢？啊，诸位同学，刚刚生完病，这又是一个特殊的状况。哦，那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那他虽然晚年呢，更加刻苦深入研究学问。每一次要摊开经书来啊，他一定要先洗了手，洗了脸，并且啊。这个衣服整好，束好衣带，端端正正的坐着，然后再把经书打开。啊，讲到这里我很惭愧啊。这个以后呢，讲课旁边要放一条毛巾，假如要翻开来，擦一擦手。这个擦这个消德炎。先生差很多，但是仲去远以见机呀。我们对经典，经是佛母啊。每一个圣贤人都是因为经典，他才成圣贤的。每一尊佛就是因为深入佛经，他才成佛的。所以《金刚经》说：“经典所在之处啊，即为有佛啊。”若尊重弟子，看到经典要像看到佛一样，我们是佛弟子，恭敬了。哦，结果他的妻子啊，就劝他，哇，你老年人呢？啊，你为什么每一次还要这么慎重啊？洗手啊，这个衣带啊，这些程序都要做好了，他才打开经典。你这样体力衰了，这样很累的。哦，那萧德远回答他的妻子说了：“啊，我们面对圣人的这些教诲。”哪里敢怕辛苦呢？都这个也是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哦，后来皇上啊下的诏书啊，让他去教授靖王读经书，就当太这个。世子，唐太宗孩子的老师又封了他武阳县的侯爵。那萧德言先生去世的时候啊，已经97岁了，啊，非常高寿，所以福田心根呢。恩田。忘恩，悲田，慈悲怜悯苍生，还有一个是敬田。他对经书那么恭敬啊，那也是很大的福报这个《德育课本》啊，这个书真的是精彩里面有768个圣贤故事，好好学这一本书啊，这一套书呢，你请了768个圣人来教自己。这个有识之士啊，当父母的人啊，你就一天讲一则就好了，2年就讲完。那你的孩子能从中？
哪怕是5个、10个圣贤人，放在他的心中啊，这个孩子就不一般了。有那个心呢、啊，相信啊，这700多个圣哲人，现在我看大部分都在天道以上，很可能不少都在极乐世界了。啊，我们礼张礼盖扬。张氏娶了一个太太，姓李。他的先生去世了，他自己呀、啊、侍奉他的婆婆。很难呢，他乞讨，然后来奉养自己的婆婆。而且呀、啊，他眼睛，他婆婆眼睛瞎了，脾气又不好。你看多难！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生活那么困难，还要奉养瞎了又脾气大的婆婆。其实人生呢、啊，没有好坏的境界。你看世间人，假如听到说：“哇，他命怎么那么苦啊？怎么这么难呢、啊？这么可怜呢、啊？”但是他心中，他没有那个难不难，他心里只放了意所当为。哦，我们有一个词叫万死不辞啊。我该做的，我做了，我心安理得。哦，我不觉得那个难。其实，啊，承德观察我们上一辈的人呢、啊，他们就是很重视。义，这是我该做的，义者宜也，应该的。啊、哦，所以像我母亲那一辈的人，他环境啊很困苦啊，经济都不好，上有老下有小。我母亲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叔叔姑姑。都在读书呢，啊，我母亲薪水一拿出来，这些通通用掉了。但是在他那一辈人觉得这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后福很大。你后面下一辈的那种义不够了，啊，多付出一点就计较了。啊，甚至于对孩子都不够有耐心。啊，他们那一辈的人生下来就要尽心尽力把孩子照顾好、教好。我们在后面的，假如自我太强了，哎呀，生了这个孩子让我少去跳舞啦、唱歌啦、玩啦，他反而还不欢喜呢。啊，就自己的享乐看得太重哦，那啊，这一套书啊，很难得，光是孝啊，就有96个故事了，他八德嘛。每一个德牧有96个故事。那像礼者敬而已矣啊。那礼义廉耻这个礼也有96个故事呢。啊，你把这96个故事看下来了，哇，你对礼呀、啊，这体会的很不一般我们看这个礼是。啊，用在这个故事，是对经典的恭敬。另外，啊，一个故事呢，它是对自己祖父
留下来的东西啊，很恭敬。大家知道唐朝有一位宰相啊，叫韩休，大家听过吗？没听过正常啊，大家第一年参与课程啊。哎，这个故事啊，我们留在鉴真章啊，他是唐玄宗时期的大臣，就是因为他们创了开元之治啊。这个我们天子有正神欺人，虽无道，不是其天下我们卖个关子啊，那个后面再讲。那韩休啊，是韩高的爷爷，所以这个韩高，他的爷爷是宰相，他的父亲呢叫韩华，也是出将入相，都是唐朝的大臣。那韩高啊，自己的面貌啊，很像他父亲。后来他父亲死了，他就不再去照镜子了。就是很想念父亲嘛。你看曾子，他父亲啊，喜欢吃羊枣。后来父亲去世了，曾子就不再吃羊枣，就是那种对父亲的那种尊重啊，表现在这些行为当中。那他本身的资质啊，就是很厚重的人，很沉稳，然后有大臣的气度。宰相肚里人撑船，后来真正做到户部尚书，这个都属于部长级的现在的官职都是部长级，他们家三代都做了这样的大官，刚好他的爷爷，他们上朝啊，唐朝上朝都拿着户，这个户啊，有一个作用啊，你上朝呢，你可以记一些事，可能你要劝谏进谏的哪些事可以记上，那这个户呢，有用玉做的，有用象牙做，也有用木头做的，就是像一个手板啊，这启禀皇上这拿一个板子，也是蛮通人情的，不然刚好没记住，就可以看一下。那因为这个户啊，这个板子呢，经过了他的祖父用过，后来又他父亲用过，所以啊，他都亲自啊拿着这个，一回到家，恭恭敬敬的放在卧室里，然后要上朝，再恭恭敬敬把他请下来，没有假仆人之手。生怕什么？这是传家之宝啊！那仆人不一定那么重视啊，到时候放的位置不对了，一下被压坏了，那这个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再挽回的事情了，很恭敬了。所以啊，这个他三代啊都是大臣，都是为人臣止于敬啊，对国家、对君王做出重大贡献，而这个韩高，他的恭敬啊，还
延伸到呢对这个手板这个户，未尝将主父所存之守则啊，这个是我父亲拿过的，这个不能随意的，要好好保护它。这个是礼呀，礼敬啊，义是忠也，孝也。为什么是孝？这是父亲留给我，不忘了。然后这一个牌子里面有祖父的榜样，有父亲的榜样，他们都为这个国家兢兢业业。还有他也是尽心尽力保护保存好，尽心尽力就是忠啊，保存好父亲爷爷留给他的东西。这一个所存之守则恩泽的泽啊，这个父亲拿过了。好，那承德啊，刚好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老和尚的精舍啊，老和尚曾经在这里住过。刚好有手帕留下来，那我们能用老和尚曾经用过的手帕来擦拭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东西，那是不一样的啊。擦着擦着，这老和尚的教诲不能忘了啊。我们能拿到老人家留的一样东西啊，很珍惜啊。所以这个含苞敬父，所以这个礼敬啊，刚刚我们说萧德言先生呢，他是对经本、对圣人这个是对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恭敬。那你每一篇榜样，很可能我们对这个礼敬那会体会得越来越深广。那编者啊，在萧德言先生这个事例上，他又延伸开来，叫归有光先生，这明朝的大儒啊，说到了广东有一个陈元成先生，平生呢未尝读书，不识字啊，一朝自感激。一朝啊，自感激这突然很感激这些圣人的教诲啊，取四书然后啊，终日拜之，就礼拜四书拜到有一天呢，忽能识字所以儒家经书啊，本是修俗修善身心啊，俗是善的意思啊。一言而为天下法，一行而为百世师啊。经书所在，古圣贤家言逸行所在，可不敬于啊。所以你看，不识字的人拜到感通，就看得懂字了。这是明朝嘞，现在也有啊。东北王善人他不识字啊，可是他很忠很孝啊，他也很恭敬孔夫子啊这些圣人教的东西最后孝悌之志，孝悌做到极点了，
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很照顾啊，就通了，所以他能讲经了，他给人家讲病了。当然，你修养不到他那里，不要乱给人家讲病啊！啊，你要到那个功夫才能做那个事啊，不然会出问题的。你看古今都有例子啊，所以这个一切真的是从恭敬心中求啊，从真心上求啊。好，哦，那这个啊，再跟大家讲个例子啊，这个也代表有轮回啊。王祯的父亲王祯是宋朝的名相，他的父亲啊，很恭敬质子啊，很惜质子，只要发现那个字掉在地上。啊，那个纸啊掉在地上，拿起来，啊，用香的水洗一洗，然后再把它烧掉，埋好。啊，不然呢，啊，这些经书可能掉在地上被人家这样踩，他看得很难过啊。啊，他做了很长的时间，突然呢，晚上梦到孔子啊，抚着他的背。所以你这么恭敬啊，经典，你年纪大了，我遣了曾子来做你的孩子。然后后来他的太太怀孕了，生了王祯，宋朝的名相。哦，那个恭敬之子啊，得的福报很大。啊，我们是举这些正面的例子啊，那现代啊，承德也看到了啊，这个我们律宗啊，当代高僧啊，果清律师啊，承德刚好有机会啊，去清净那。这个啊，果清律师，这都是律宗界的长老他啊，比方说刚好用过东西啊，不管是喝的茶了啊，还是吃的东西了啊，只要要给我们讲佛法了，他一定先漱口，漱完口啊，才讲对佛。所讲的经教，祖师所讲的经教，非常恭敬。啊，漱完口啊，再讲。啊，所以这种恭敬啊，都体现在生活的这些部分。好，哦，那这个啊，就前面呢讲到的部分呢，跟大家啊再进一步交流。要遏止啊这个大乱之道的问题要进一步啊，要彰显。尊敬君王，尊敬圣人，还有经典，还有孝顺父母的风气，所以我们不止遏止错误的，还要带动，还要彰显正确的，这个跟修行一样啊，恶不能犯，善呢要更增长。所以事正情，哎，这个精神其实在教化当中都一样，万恶
还有修善。你不能只断恶，不积极修善，这样不够。你说，哎，我已经吃素了，我没有杀生了，还不够积极，有机会还要放生，有机会还要劝人家吃素。啊，但劝呢，不要逼啊，就劝劝，你不要逼到他都不想见你了，啊，逼到他没办法，然后吃了，然后边吃边在那里怨你，哦，所以李炳南老师有说啊，不劝人出家，不劝人吃素。这个意思大家要领会对啊，就是这种缘呢，是要他自己心甘情愿，不是你推到他，逼他去做，这个要拿捏好。不是说你连强调吃素好都不强调，不是这个意思啊。哦，你说啊，吃素很好啊，这样这样，带动他，但是你不要。你今天非得吃素不可啊，不然怎样怎样，这就来强迫人家。我们学的这几品啊，比方前面是五行章。第十一，接下来是广要道章第十二，提醒啊，不孝太罪过然后接着又彰显用孝来治天下，这是治德要道，真的用孝来治理天下，会达到怎样的好的？成效啊，在这两品经呢，又在啊这几品经啊，不止这两品了，啊，后面广阳明章都是在彰显孝的教化力量。那在这个学习过程呢，我们体会到了。领导者啊。首先要以身作则，这个是身教。那这个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呢，要谨防自己有要求别人的态度，这要道，要人家行道。还有一个是要情，讨人情啊，你不能学着传统文化我多做一些家务，做啊做啊，都在那里看，哎呦，我妈妈有没有看到？我爸爸有没有看到啊？家里人有没有看到我在努力啊？我在付出啊？哎，怎么一点肯定赞叹都没有了？你去求一个回报啊，要人家回报啊，这个叫要情。这个伦理道德啊，这些教诲是让我们体会到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做完，心上都没有放，怎么会去求人家来肯定，甚至求人家来回报呢？但这不简单啊！人要不要道，不要求别人做啊，人要不要情呢？这个都要真正放下傲慢，傲慢就容易要求别人做啊。真正要放下贪求，求回报。才不，你不求回报啊，才能不要情。哎呦，大家回想回想啊，
啊，有没有交过的朋友，曾经很要好，哦，后来为了一件事情，不讲话了，很可能是内心里面怎么样？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这样？哦，后来就关系就出现隔阂了。啊，我们那个心念有，我对你这么好，那我们都是有做了，付出都有落在心上了，可不简单啊！付出不落心上啊，那个要自己关照到，才下得了这种心地功夫哦。啊，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躯。那爱人为什么会生气啊？因为爱人的过程有求别人回报，当别人回报不如自己预期了，落差太大了，自己就情绪就上来了。对传统文化学佛啊，用真心哦。你有求回报的心，就不是真心了，就很容易啊，有情绪了。所以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为什么我们本来爱这个人，现在要变成？厌恶他，还揍他，哎呀，他不如死了算了。同一个人呢，你会去恨一个人呢？你一定曾经爱过他。哎，路边的人，你不会去恨他吧？是啊。哦，所以孔子这个话很有味道。你迷惑了，是祸也啊！你变心了，你爱人是好的，你变成误人了，变心了。哦，所以这个老法师讲的一段话非常重要，常常引用啊，《无量寿经》。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啊，我们几代人忽略了传统文化了。我们有学的，就从我们做起来，不能要求别人。啊，在五伦关系当中，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做对。啊，不管在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还有夫妇关系，你们虽然还没结婚，可能后面也有结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课程的话，哦，所以要补一句啊，这个五伦关系里面，不要求别人，不要要道。哎，有可能有人又说了，他学的比我还早了，哦，那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学的比我们还早，还有哪些情况啊？那他更可怜了，他学到一个误区去喽，没学的人还不会到那个误区去呢，他学的又搞成这个样子了。那他更可怜，不应该要苛责他。修学的路上呢，9981关呢，谁能保证不卡在哪一个关上啊？而且每一个人关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短板不一样啊。啊，我们可不能起一个念头，哎呀，这么吝啬，我挺慷慨的。
啊，他这一生的考题跟我们跟自己不一定一样。哎，见人恶即内省啊，不能产生我比他好，高下见又产生了。啊，你哪怕看到他比较吝啬，芸芜众生视若自己。再借由我，怎么带动他，怎么护念他？啊，要纯是成就别人的心，啊，不要去见人过，也不要去跟人对立，啊，所以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啊，我自己啊，要做对，啊，用这种心态啊，来学经教。我们才不会随着学的经教多啊，反而见人家过了。好，好，那我们看《广要道章》呢，第十二。那啊，刚刚。啊，有跟大家啊有提到啊，这个礼呀是敬而已矣啊，先跟大家讲一个事例，梁彦光先生。啊，他是隋朝，他呢转移了啊他所治理的地方的风俗，啊，而且他是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啊，安上慈民啊，莫善于礼，啊，他都用上了哈，啊，他做啊。象州啊，这是河南的一个地方的刺史那这个象州这个地方啊，人民的性情啊，向来都是比较阴险啊，比较偏颇，人的心念呢，很易变啊，变化多端呢。那梁彦光到任他就招来很多品行端正的读书人啊，在每一个乡村呢，设立一个乡校啊，不是圣贤人的书不讲，哎，慢慢呢，这个。建国军民呢，教学为先呢，啊，所以人人都很刻苦，啊，互相勉励。所以他到的时候的人心是很阴险偏颇，但人之初性本善，你只要好好教啊，都能转变。啊，所以我们学圣教，首先任何时候都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只要不肯定了，我们就会生烦恼了，我们就会退心了。性为道源，功德母啊！你不肯定，就是不相信这个真相了。你自己不相信自己是本善，不相信别人本善，生烦恼。啊，所以这个大根大本不能动摇。啊，所以象州这个地方的风俗啊，大大的改变。那当地呢，有一个姓焦啊，名叫通的人呢，焦通，他侍奉双亲呢，没有尽到为人子之礼呀，他就是无礼无孝
结果他的重兄弟啊，就是堂兄弟啊，就跟呢梁彦光讲了这个事啊，他所治理的百姓呢，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呢。啊，结果梁彦光啊，没有指责他，啊，就把这个交通啊，带到孔子庙，啊，然后呢，给他解说啊，孔子庙里面刚好有韩伯瑜的故事，啊，应该有画着像，啊，然后就告诉他韩伯瑜的故事，韩伯瑜的母亲呢？有一天处罚他，打完之后啊，他就哭了。他母亲说：“我打你，你从来不哭啊，你今天怎么哭了？”啊，韩伯瑜说：“母亲，你今天打我啊，我都不觉得痛了，代表你老人家力气越来越衰了。我奉养您的时间呢，越来越少。”啊，这个都是至诚的孝心呢。啊，结果交通呢，听完就很惭愧了。你看，本善流露了，啊，觉得自己好像无地自容。那后来呀，啊，他回去之后啊，就改过自新了，也成为一个品性良善的人。哦，所以你看这个事例啊，彰显了宜教民轻爱啊，莫善于孝。而且呢，他做这个相州刺史啊，也是尽力提倡礼教，提倡礼教就是提倡伦常、伦理道德。让这一个风俗啊转变得很大，啊，所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啊，有音乐啊，那移风易俗也是透过教育的方法，透过礼的教育，透过他自己的以身作则，那礼教就是安上持名啊，莫善于礼呀。哦，那他这么善巧啊，教导这个交通啊，让他改过自新啊，所以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彰显善政不如善交之德名你政治这些制度啊、政令啊，都哎办得不错，但那个效果啊。还比不上真正善于教化百姓，好像《论语》也说啊，“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明勉而无耻。”他不犯错啊，他不一定有羞耻心哦，是吧？我们也听过啊，哎。这个国家法律很严哦，结果呢，他一离开他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他就开始乱丢垃圾了，因为另外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严的法律了，所以他在自己的国家不丢，为什么？罚款很高啊！啊，离开他的国度了，他就不这么遵守了。明勉而无耻啊！我讲这个都是真的，哎，但是我就不讲哪个国家啊，讲了呢，我到时候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国家去解法院。哦，我们要恒顺众生，你一讲，你讲到，东北人，你就举好的，东北人啊，一听都高兴了。
你要举反面的例子，哪一省的？别讲啊，有一个地方这样就好了。出言顺人心嘛，是吧？你一讲不好的啊，哪一省人？哪一省人一定听着也挺不舒服啊。像比方说，我讲到一个故事啊，比方讲宋朝啊，宋徽宗的。这个宰相啊，蔡京啊，这个啊奸臣，我一讲我也很不舒服，哎呀，跟我同姓啊，哦，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啊，要能体恤到啊，所以这一句出言顺人心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好。啊，所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有羞耻心，愿意修正自己。好，那这个是啊，透过这个故事啊，哎，他把广要道张的这个精神呢。用出来了，民风大大的转变。这个风俗啊，包含他所接触的东西啊，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啊，我曾经听一个父亲啊，他自己观察他的孩子，他说孩子呢，两三岁、三四岁。看到那个伤害生命的景象啊，他就哭。啊，爸，好可怜。后来过了两三年，他还是六七岁了，他自己没有留心到，突然看到孩子看到杀人的场面的时候，杀杀。你看，同样一个小孩。他接触的东西，你假如不留心，啊，本来这么有恻隐之心的，熏啊熏啊，熏到这么暴力了，这种风俗啊，为什么？陈洪模先生编五种仪规，其中一个叫训俗仪规。因为这种风俗啊，它是一种环境的无形的氛围，影响太大了，一定要尽力来改变风俗。啊，现在国内啊很可贵啊，有一些社区啊，它就专门强调孝道尊老，啊，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啊。重阳节啊，那对这个社区的老人恭敬、侍奉他们，哇，那这个社区风气不一样了。啊，承德当时候在庐江，啊，我们在重阳节的时候啊，办过3000人的活动，整条街啊，很大的一条马路啊。都办活动，哇，满满的。然后前面坐的全部都是老人家，然后我们这些年轻人侍奉他们，给他们倒茶，啊，给他们送吃的，啊，然后他们坐在最前面看节目。哎，重阳节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因为那时候庐江还没盖好，啊，我们是在附近呢，差不多5公里的地方，啊，有一个敬济院培训，那刚好呢，这个啊，有人载我过去嘛，啊，后来上完课啊，要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啊，看到一个老太太。
拿的东西很重嘛，啊，我们一看，赶快下车。我说："老太太，坐我们的车送你一程。"结果啊，那老太太不大敢，然后旁边呢，因为我们在那教学呀，住在那，因为学员都住在那，这些附近的邻居也比较认识我，所以那个老太太不大敢呢，旁边就有人说了："那是教育中心的人呢。"没问题，你坐吧，然后他才比较安心，就坐上来了，结果就把他再到他要到的地方，就请他放下来了。那我虽然不是我开车啊，老人家到了我就下车然后送老人家然后给他道再见了这老人家。给我们点点头就走了几步路回头，我给你5块钱。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然后他又点了一下头，又走了几步路，又回过来了，我真的给你5块钱。哦，他说老人家，这个是应该做的，不用。哦，所以这个你去经历过啊，这印象很深呐。你看，慢慢就要带动那个风气就我们对老人要恭敬所以古人这些教诲我们真正。相信了理解了，然后把它用上了，对我们的修身齐家还有利益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很真实可以受用的。好，时间到了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这一节课算复习 还没有新的进度阿弥陀佛。